在2007年出席珠宝活动，当时气质非凡。资料照，记者潘少棠社，记者林南谷综合报道。殡葬业天王，身价超过2501龙岩集团总裁李世宗，传出于最美长笛公主。饭店天后韩舍集团董事长辣英里同游日本，两人参加6天5夜七星豪华寝台列车顶级行程，震撼各界。但鲜为人知的是，外貌出众的赖英里可是难得一见美貌与能力兼备的长笛公主。赖英里祖2004年11月与侯佩岑在一场活动相见，花当时的赖英里外貌还很年轻。资料照，已故韩社创办人蔡成阳摩尔蔡国席2016年中旬爆出争产风波，当时担任韩社董事长的赖英里在6月2日出席股东会，挺住一场风雨遇来的丁产风暴。当天赖英里主持韩社参与上市后首场股东会，蔡成阳长子蔡伯甫和担任韩社参与执行长的蔡伯汉二兄弟皆全程参与。现在的赖英里更加内敛稳重，照片摄于去年11月出席活动。资料照，记者王一鹏社。当时蔡伯喜未如外界预期现身闹场，股东会只进行40分钟结束，会中举行董监事改选，赖英里顺利连任董事长，蔡伯甫和蔡伯汉兄弟续任董事。会后赖英里受访时淡淡表示，谢谢大家关心，股东会很顺利，大气挺住风暴，令外界留下深刻印象。赖英里现年54岁，是音乐界有名的长笛演奏家，他自幼学习钢琴，中学参加台湾区青少年组长笛比赛荣获冠军，远赴加拿大就读温哥华市立大学主修长笛，毕业后进入温哥华交响乐团，目前可是餐饮界的女强人，长笛公主封号非浪得虚名。